我是公关列车长的2014年4月4号，然后南港在南港。南港在南港20:38出发的是5455次，花莲发车经由北回线，向树林的银绿色信号箱，用900型车往前开车，用901车往前开车，在南港站都没声音了。545次在南港站准备行一套。左侧开门，左侧开门。下车时请您注意月台与车厢间的空隙。Please mind the gap. Thank you. 那就12号见了。因为我确定我12号会那个，会有空。谢谢哥哥，谢谢弟弟，谢谢弟弟哥哥。保重哦，拜拜。拜拜。朋友知道就拜拜。